大家好，我是 Y Fong， 我是一名制作糖霜饼干的老师，也是 Sweet Sensation Cookies 的创办人。你没有觉得每一次圣诞节来临的时候都不知道要送什么给朋友，交换礼物的时候也不知道要买什么给他们呢？其实有没有想过自己制作一份糖霜饼干或者一个很贴心的礼物去送给你的朋友，他们会永远记住你。课程里面我们会教会大家六款的造型，有这个圣诞树，还有这个雪人，然后有麋鹿、圣诞老人，还有这个姜饼人，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如何去制作这个 candy can 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再次跟 Craftlab 合作推出这一次圣诞节的特别计划，圣诞主题糖霜饼干线上课程。在这个课程里，我会介绍大家我们所用到的工具和材料，从制作饼干面团开始，到制作糖霜，如何收藏，还有一些糖霜调制的浓度，都会一一教给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我会给你们我自己私人的私藏食谱，只要你跟着我的课程一步一步的学习，你也可以制作这么可爱的糖霜饼干。你心动了吗？现在报名还有优惠哦，我们在线上课程里面见，约定你。